对菜市场的价钱了若指掌吗？大卖场的清酒拎到一灶咖，只要你估对价钱，消费估估乐让你轻松把大奖抱回家。第一组登场的幸运观众是吴芳雪、吴雅轩。第二组登场的幸运观众是张美云、张家慧。第三组登场的幸运观众是叶日新、罗慧友。最后登场的是牛年最地道的女明星玉芳。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节目主持人杨凡、曹兰。估价有智慧，大奖搬回家。欢迎收看消费咕咕乐，阿咕乐。消费咕咕乐是一个全新的节目。是，如何知道它是全新的节目呢？好，因为它就在我们民国98年2009年正式播出，这就是一个全新的节目了。没错，古时候杨凡的头是爆炸头，现在的头是正常头。对，节目当中你有看到魔术，就是个旧节目。从现在开始，每天晚上的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6点到7点，我们都会在电视机前面跟大家见面哦。好，也希望大家踊跃的报名来参加，也希望能够把大奖送出去。今天我们欢迎三组的观众朋友，还有我们的玉芳。耶！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恭喜恭喜！对对对，请玉芳过来这里一下，来欢迎，欢迎玉芳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这还叫销售不少吗？根本就只有一桶在那一边。我刚刚过来的时候，你不觉得冷气一吹过来，我感觉人整个人飘了起来，要飘起来，有没有？对对对，玉芳永远保持这么漂亮，没错，真的吗？就是个贵妇的样子，而且容光焕发呢。谢谢啦。对，说到这个贵节目啊，我就想到那个以前好久以前类似的节目是那个始祖，是那个好彩头，对吧？哦，对，哦，好彩头就是曹兰。哇塞，那个节目有20年了呢。对。你跟我讲出来，叫我下一句话就不能讲了。我要讲的是，那个时候我可是好彩头的那个推理车小姐啊！你那时候还推理车啊？对呀，我刚出道。我那时候幼稚园看你们节目，我好开心。你走开！你走开！你走开！感觉很亲切。对呀，当然今天最终我们请玉芳来跟大家来估价，先三组来跟玉芳来比较一下，看谁能够把我们今天的大奖带回家。好，谢谢玉芳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我们总共4个单元哦，大家都有机会把大奖带回家来进行我们第一阶段的资格赛。期货硬邦邦。进行第一阶段的资格赛，期货硬邦邦。好，今天看到哇，前面有绵羊，你看看。哎，因为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东西是里面含有绵羊那个成分的，那应该一定是羊肉炉要出现。喂，今天我们看到这里，又看到后面的床主，就知道今天要介绍一个非常贵的一个床主给大家认识一下。没错，它的名字就叫做怎么这么好睡，满汉全席。满汉全席呀、啊，在床上吃满汉全席。好，就是各式各样，什么都有。要了解这个床到底有多好，当然介绍我们的刘总经理跟大家见面一下。是的，先欢迎刘总经理。欢迎总经理，这边请。好来。哎呀，刘总，麻烦你，麻烦你啊。总经理好，总经理好。每一次都是刘总经理啊，谢谢谢谢，是是，来告诉我们是，哇，这一次又推出了特别的满汉全席的床具组，这是有什么特别地方呢？我可不可以拿我的 sample？ 可以的，哎，我帮你拿哦。谢谢，对对对。因为呢，今天特别为了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带来床的剖面图来，剖出来，我来看看床里面是长什么样子，绝对不会买到 A 型。这样剖析以后，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好在哪里。对，第一个像我们的布啊，采用的是有机棉布，有机棉布，对。何谓有机棉布？它是天然有机，所有的有机棉，它是很亲肤性很好，透气性相当的好。是。再来，我们看这个，凡哥摸摸看，这个什么？哦，这是，哎，这有点什么毛吗？毛吗？对，驼羊毛。什么叫驼羊毛呢？它是一种动物，不是骆驼，也不是羊，叫做骆驼鸡羊。骆驼骆驼，羊就是羊，还有一个驼羊。世界上有驼羊这种动物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您没见过吧？真的不知道有。真的，它吸湿能力是它本身重量的1.4倍。好，驼羊毛。再来这个啊，这个你也猜猜看，这是海绵。什么做的海绵垫？海绵宝宝做的。这个是葵花油做的，像日本。哦，目的是为了透气就对了。对，然后再来，这个再猜猜看，猜不着要打屁股的。这些撸啊嘿，哦，长撸啊，长撸啊，对，它是马毛，马毛，马鬃毛，完全取自马鬃跟马尾的马毛。
排湿性很好，排湿性很好，散热性很好。哦，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排湿的成分，还有吸血的成分在里面呢？这个有点像过滤器一样。嗯，干嘛要这么多层的过滤呢？因为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，是人体大概排出80cc 左右的水剂。好，哦，对，那这些驼羊毛呢，这些马毛呢，它可以把湿气排掉，这个含在里面，等起床的时候再把它释放掉，然后马毛可以散热。哦，马毛还可以散热，然后再来，这个是天然的乳胶，是，这样一般是用泡棉嘛，对，然后再来往里面看，它是独立筒，哦，独立筒，对，什么叫独立筒？独立式的弹簧，那弹簧是一颗一颗分开独立的，一颗一颗分开，它不会干扰到，哦，所以说我们讲哈，这个床垫所用的材料是满汉全席的材料，就是各式各样都有了。可是它除了满汉全席之外，它还有更厉害的哦。我们平常买那个 CB 楼不要量身定做，西装床也是要量身定做。我们现在讲的是睡眠养生，对不对？平时我们用吃的、用穿的，用各种方法来养生。现在我们用睡觉来养生，因为很多人都讲说，其实工作时间跟你休闲时间，真的最长的休闲时间就在床铺上面。对，你如果没有睡一个好觉，明天怎么起床做个好的工作呢？凡哥通常睡几个钟头啊？我至少要睡10个钟头。哇，那更需要一张好床哎。我有，上次他也送我一张床，送的哦。对，他送我那一张床，送我10几万。哇，睡到现在，凡哥跟你们报告一下，是是是，睡7个钟头的人最长命。啊，真的哦，都是有统计数据的哦。哦，真的哦。对对对。为什么7个钟头是最？因为 lucky seven 吗？这个是刚刚好就好。美国他做了一个统计，所以6个小时跟8个小时的，他的这个寿命哈都没有7个小时来的长。哦，也刚好7个小时。对，这是一个。所以闹钟以后要转到7个小时就刚好了。对，真的不要睡太久。跟睡眠有关系的事情都要问刘总经理最清楚了。在购买前呢，我们请你睡，我们公司我们门市都有一个电脑测试台，请你睡上去，那电脑会算出你的睡眠曲线。看你肩膀、腰杆、臀部，哎呀，每个区段要怎么支撑？是，算出来以后，再依照电脑的数据啊，帮你组装，看你是要从德国组还是从台湾组，通通都可以。哦，通通都可以。组装以后，完全依照你的需求，帮你量身定做，达到脊椎的平衡，让我们治愈率、免疫力提升，让我们睡得好、睡得舒服、睡得健康、睡得有智慧。哇！量身定做是现在一直在强调的。你看胖子就不一样了，玉芳睡的就要重一点。那如果玉芳姐，如果玉芳要量身定做这个床，而她又习惯趴着睡的时候怎么办？啊，趴睡的话，那要挖两个洞。对，浪费了那些什么马毛哎。你就要像挖上两个洞的，拿来做褥啊。是，奶奶才会比较舒服一点。对。那我们这样子。介绍这么好，当然我们待会要请大家来估价，就这样一个床铺组合到底要值多少钱？我们让玉芳来躺躺看，到底这样子的一个随便的一个床铺，你躺得舒不舒服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对，现在试试看。哦，太好了，来麻烦玉芳姐。好。啊，头一定要底下嘛，对不？头一定要底下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我好像也是买你们家的床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哦。哇。这位夫人，是吗？我感觉我应该要脱衣陪你。什么？太没办法，你看躺那就不会陷进去，没有软硬适中。你也跳上来嘛，你也来呀、啊，一起来嘛，佳佳一起来呀、啊，哎，你知道这画面叫什么吗？啊，三匹，三匹马毛在里面呐、啊，真的很舒服，哎，真的不错，这张床垫。可是凡哥有个问题，通常我们如果猜奖啊、欸，如果猜到 bingo 的话，我们要把东西送给他，对不对？那当然。可今天这么贵，我们也要猜到 bingo 把床垫送给他吗？那当然。我们任何的一个估价物，你只要 bingo 的话，我们就是要送，送是我们最快乐的。刘总监，刘总监，你可以说话。等一下，不能说我是艺人，我猜中就不送给我，我猜中也要送给我。都送都送，价值12万左右哎。啊，哎、欸，所以这三件组这样是不是？对，还有床头柜，没有床头，没有床头。今天估价是这个床垫的部分，床垫的部分，床垫这个，也不包括下面的床架哦，就这一块。就他刚刚介绍的那一块，对，床垫的部分。各位只有床垫这一部分了哈、那我们先谢谢我们的刘总好不好？掌声谢谢刘总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刘总，谢谢刘总。家里的肚子要记得，是。我家肚子你也记得吗？啊，也记得。刘总，我等一下我把我的肚子告诉你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家不住日本吗？太遥远了。好，我们谢谢玉芳，谢谢。哎，
家一个提示，十多万的床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时候请大家来估一下一个满汉全席的一个床垫组合，到底市面价要值多少钱？五秒钟扣入进来。哦，所以我们刚才给大家一个方向，就不会是十几万了、啊。不会的，不会，不要太快了。好，时间到，来一组的来，吴小姐，挖掘机。天奴啊，4500。好，第二组的29999。第三组的来，叶先生、啊，叶大哥，88800。88800，曾经说有买过的玉方，请告诉我们多少钱？45000。好，哎，这个好离谱哎，十倍的价钱，从4500到45000哎。我应该是想要买，他应该想赚45000，答案应该是啊。好，没有关系。好，我们这样一个满汉全席的床铺组合，到底要值多少钱？一组认为4500，二组29999，三组88800，玉方45000。好，到底要值多少钱呢？谁最靠近底价，或是不超过底价？还有没有人 bingo 呢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来看看到底要值多少钱？来，一、二、三，49900，49000。哇，有买梦，果然不一样。玉方，恭喜。哇塞，真的耶！因为我在算，我买的时候好像10几万，13、14万。对，如果除以三的话，差不多是这个价。所以扣掉这个，扣掉那个，大概这样。对。那今天没有人估价证据，那这个床铺留在这边干嘛？我带回家。啊，你带回家。对，说好了，对。我说好了。好，恭喜玉方来参加我们第一阶段的命中注定带回家。进行第一阶段命中注定带回家。好，就要把它带回家了哈。玉方估价没有问题吗？应该我都有在买东西啦。我现在相中那个儿童专用电脑，正准备要买给我儿子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呀、啊。虽然我儿子才1岁9个月，可以再等他。对，而且妈妈占用一下哈。对，妈妈先用。先占用一下。如果你可以得到后面的儿童专用的电脑的话、嗯，那表示无恙孤胶你都可以带回家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因为在时间内，如果说在60秒内，60秒你剩下1秒钟，你就可以把剩下的无恙孤胶全部带回家。好，那我要快一点。好，没错，这个要快一点、哦。要快一点，我们刚刚等一下看一下到底有多快哦。曹楠帮我们介绍一下无恙孤胶物。来，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哪5样产品呢？首先为你介绍的是轻松打果汁的食用果汁机，哇！随时随地喝好水的家庭用开饮机，哇！传真列印超快速的多功能传真复合机，哇！让你轻松翻译的水晶版翻译机，哇！小 baby 专用的儿童专用电脑，哇！一共有5样的产品，小哥。好，5样聚焦，咱们就来这个位置，来，请。这一个啊，对，好，有60秒的时间，你估价到哪？估价物，估价物就要送给你以后。好，第一样是食用果汁机，食用的果汁机到底要值多少钱？好，60秒来，60秒计时开始。690，高点。790，高点。890，高点。990，990。厉害！有这么冷静的妈妈吗？哇塞，而且就一开始就往9来攻哦。对，不错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是。家庭用开饮机，好，家庭使用的开饮机到底要值多少钱？还有52秒，来，53秒，计时开始。2500，高点。2600，低点。2590，高点。2690，2590，2599，低点。2598，低点。2597，低点。2596，低点。2593，低点。2594，低点。2593，好，2593。紧张到我都不会说话语，我要讲什么？你干嘛？我要脑袋要算清楚、啊。要清楚啊！哦，真的、啊。对，2590。稍微多花了一点时间。花了一点时间。这厂商是很过分、啊，弄这什么数字啊？害我。那我们就打折过后的哈。哦，打折过后的价钱。多功能传真复合机。好，多功能的传真复合机还真巧，就跟现在留下的秒数有关系。哦。现在剩下的是。好，39秒，来，39秒，计时开始。3900，高点。4000，低点。3999，高点。3999，低点。3998，98。厉害！你要枪毙！跟你讲，3900，你哪来的4000呢？哎，对哈、哦，对，他还跳了4000了，对啦，对呀、啊，惊死人嘞！哇，可是好快哦，只有花7秒钟的时间，现在还剩下32秒，哇，这台就难啦哈！哦，
还真巧，跟我们现在的秒数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水晶板翻译机，好，到底要值多少钱呢？32秒，来，32秒，计时开始。8点，4点，5点，6点，6点，7点，8点，8点，1点，8点5，1点，8点3，多少？7800，7900都猜过了，高一点。7999，低一点。7998，低一点。7995，7900还有80，还有60。7900多少？7980，高一点。7989，低一点。7988，7988，好难哦，水晶，好难哦。还有几秒？你还有11秒，还要我暗示你的名字？真的，谢谢你。别客气，那就直接暗示这一个嘛。那没办法嘞。接下来剩下11秒钟要猜中我们的儿童专用电脑。儿童专用电脑。还有11秒，再让你没关系，再让你问一个问题。有没有超过10000？就这么简单？这问题太简单。有。太简单。我这个你很难猜。16000多，好不好？哦，你好好心哦。如果猜中，停留在一秒钟，五样估价物依然要送给你。16000多，也不容易猜。16000多，来11秒，来11秒，计时开始。16500，高点。16600，高点。16700，高点。16800，高点。16900，低一点。16998，16800，高点。16888，低一点。18884，16889，乱猜了。16000都猜到18000，16889。16889，我刚是这样猜的。对。答案呢？答案当然不是了。好，但是有一点数字有点相同。真的吗？好，给你一次的机会。先给你一次机会，16800是对的。16800多少多少？如果你这次对的话，我依然把五样估价物送给你。所以我现在应该猜16880。还没有，不是80，还有70，还有60啊。16868吗？你还问我？凡哥，你要不要再好心再提示他一个数字呢？好，猜对五样估价送给你，请告诉我们正确答案。16800，多少？16800。分手擂台，谁都跑。喂喂，这是什么节目啊？这什么音乐啊？是我的表情。16878，既然猜到16878，大声一点告诉我们16878，没有中。你把枪拍，枪拍到顶，你姐了。哎呀，剩下有最后一次机会了。16870几，比78再低，猜中了这个送给你。三啊，三吗？16873，16873，看一下，如果中的话，这一台就要送给你了，16873。制作单位有人喊666，我还想说一定是陷我于不义，来这一套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不知道是真的，搞不好是真的。好，这个不能带回家，大家送你这一块来。哪一块？水晶板翻译机，我也喜欢。好，这个推回去，谢谢。也不错了哈。现场也有很多朋友好像也都很会估了呢，哈，很会估了，渐渐进入家，大家都知道了哈。好，接下来就越来越简单了，进行我们的第二阶段的资格赛。How much 就是你。进行第二阶段的资格赛 ，How much 就是你。好，四组准备要抢答，抢答成功，估价正确，你就有机会来参加我们后面的游戏了哈。是的，现在我们看到有四样的商品。是，请问哪一个是145元？刚刚好，145哦。这四样估价我合成为145元，都将给了145元，你给我们介绍一下。好的，来，首先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有效洗净彩妆及污垢的泡泡洁面霜。哇！去除黑头粉刺及皮脂污垢的清爽美肌组。哇！用金箔打制技术制成的顶级吸油面纸。哇！深层洁净毛孔及老化角质的竹炭去角质霜。哇！用四样产品，凡哥。好，
这四样胡椒盒子为145元，都想给他145元，五秒钟，请扣如姐。想想看哦，这四样的产品都跟美丽的肌肤有关系。好，时间到，四组请抢答。把这关二组来，张同学，清爽美肌组。好，清爽的美肌组。好，认为价值在145元，来看看有没有。很抱歉。接下来还有剩下三个哦，1、3、4哦。好，哪一样值145元？请抢答。好，第一组的泡泡洁面霜。泡泡的洁面霜，第一样的产品。好，第一样产品值145元，来，潮来。我们来看哦，有没有145？有没有？119啊！哎呀，可惜呢。好，剩下两样产品，也剩下我们三组的叶先生，还有我们的玉芳。好，两组来，请抢答。第三组。对，玉芳，你看那个玉芳那个手，你根本没有动哎，连抢都没抢呢。你在这摆什么贵妇？我想让他们帮我抢，说不定我不用抢，答案就我答对了。你还真聪明，你哈。好，叶先生，二选一，哪一样是145？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竹炭的去角质霜，对对，145。好，145，来看看有没有。单元哦，先猜的先再见，真的。玉芳告诉我们哪一样值145元？顶级吸油面纸。顶级的吸油面纸，为什么顶级吸油面纸？因为只有剩下它。好无聊啊！啊，如果不是它，我看得贵呀。啊，不能看得贵呀，来看看。顶级吸油面纸是不是145呢？有没有？有。不劳而获，真的，所以说有时候是要有一点运气啦。没错，你看第三组的太太啊，那个罗小姐，她刚刚一直都避305，真的，二选一都选不到了哈，可惜。对啊，大家抢，大家抢得很快这样。好，这一段我们要再度恭喜玉芳可以上台的，来进行我们的超级量贩店。好，进行我们第二阶段超级量饭店。好，超级量饭店，哇，真的恭喜玉芳又上台了。如果你觉得说礼物的话，待会也可以分送给他们，对，这也是个好事的哈。好，在这段当中里面，我们有三样估价物，都很简单就可以估得到了。先请潮兰先帮你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看看今天有哪三样估价物呢？首先是大人小孩都爱吃的一口吃速食面，一共有10包。哇！结合了美味与营养的牛奶麦筋，共有10罐。哇！让你越喝越美丽的风味水果醋，一共20罐。哦，到底是这三样的价钱是什么呢？好，到底价位是什么呢？来，推着我们的购物车来，玉芳。玉芳姐。好。首先，哦，这个真的是很好吃。你平常会买菜吗？嗯，会啊，会买菜。会到超市那种地方都会，也会大卖场比较多，很过瘾哦。对啊。好，我们现在估一下第一样估价物，这个是一口吃速食面，共10包。好，10包到底要值多少钱呢？好，请估价。这才差20块啊，小小杯啊，好啊，460好了啦。好，460元，来看看第一样估价物有没有。恭喜，168。好，请翻。哎，10包很多哎，哇，这是陪我们一起长大的童年回忆，对不对？我现场很多小朋友好想要，好嗨哦，好嗨！来来来来来来，佳姐，现场拿一下，来，妹来不？哦，我跟你讲哦，不是想一下，凡哥，来，玉芳，你的东西要被拿完了，哎，你是不要带去打？你过来会坑诶。我没上分哦。无啦，我咧食啦。接下来第二样来。哎，牛奶麦精一共有10罐。好，一共有10罐。1140、1250、1360，多少钱？1250，阿够嘞。1360银啊，阿够喂。1140哦。那我1140啊。1140啊。那我猜1360。
1360，1360。好，节目刚开始作业，所以说我们那个尺度就比较宽一点点。1360是个错的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2-1，就想要送。好，就听你的，小朋友中的话，分你一半。150，1250。听清楚了没有，小朋友？玉芳姐说要分你们一半，就是泡一杯，一个人喝一半，哦。1250，1250元，来看看有没有。送啊！除了那个送以外，麻烦攀一下好不好？很重哎哦！哇，这也是陪我们长大的。对呀，没错。你现在小孩几岁？我现在小孩最小最小那个，最小才6个月不到。六个月都不能喝这个了吗？那1岁多那个可以喝。1岁多，1岁9个月的可以喝。哦，好，接下来第三样，看看能不能也把它带走。这个是风味水果醋。好，到底要值多少钱呢？有2060、2160、2260、2360。260好啦。2260。2260，刚刚讲节目就是新开始的吼，永远尺度这么宽，这是个错的。我们现在是三去法就对了。对，三去法。好，可是要跟你讲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。好啦，答案就是2360，有没有？2360。好，2360，来看看。有没有啊？2160啦，没有，没有怎么办呢？哎，喂，装不下了，装不下了，不能偷一罐，不能买大送小吗？买二送一啊，买二送一，送一瓶给你好不好？表示三都有的。好，谢谢我们的玉芳，恭喜，恭喜玉芳！哇，小朋友有福了耶，都有王子那只，那现在就送。耶，这个啦！哇哇！啊，再来啦！啊，通通送啊！啊，自己人呐！给一包呀！哦，玉芳好适合这样的活动。小朋友，哎呀，给你一包。我可以留一包回去给我儿子吃吗？可以。看到玉芳这种举动，我们就知道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刚好。哦。拿我们的东西开玩笑。借花献佛了。啊，真的很棒，让大家能够享用到哈。嗯。好，这是第二样，我们希望一组、二组、三组要加油了，好不好？不要第三题玉芳又上台了。玉芳真的不要再上来了。对啊，麻烦你哈。好，所以三组要加油，进行我们第三阶段的资格赛。老板，谢谢你。进行第三阶段的资格赛，老板，谢谢你。好，这个今天要介绍什么呢？今天我们要介绍，就是因为快要过年了。对。快要过年的话，家里面一定都会准备很多的糖果礼盒啊，等等，对不对？是的。而且呢，最近几年来就要吃的一种东西很奇怪，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要买牛轧糖。啊，牛轧糖。那你知道到夜市或者到那个大卖场当中里面，牛轧糖是非常热门的。真的。因为牛轧糖除了好吃以外，它的味道好吃以外，它是可以做年货的。是。可是。就是寡秋类好看。可是问题是，大家都越吃越多，对不对？就要知道要如何挑选到好吃的。好，今天介绍这一家就真的特别好吃，符合我们的条件。好，这位老板就是我们的樱桃奶奶。啊，邱小姐。好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你好，你好。好，大家好。邱老板哦。嗯。好，做牛轧糖有多久的时间呢？我们店开到现在大概有3年的时间。3年的时间。礼盒当中里面都是以牛轧糖为主吗？其实我们店里面产品非常的多，对，有面包、蛋糕，非常的多。嗯，那因为牛轧糖是在网络上，就是网友对我们非常的推荐，评价最高的，对，评价非常的好。为什么评价会这么的高呢？它的好在哪里？第一个，我们是纯手工制作，手工制作，对。第二个是我们用最好的食材，最好天然的食材。什么叫天然食材？纯天然食材，就是牛奶的杏仁粒吗？啊，我们加州来的，美国加州 A 级的杏仁粒。A 级杏仁粒，对。牛奶的部分呢？我们是用来自天然、纯天然纽西兰进口的安佳奶粉跟安佳奶油去做。哇，那其中比较让人有点这个又黏又不黏的那个是麦芽糖的部分呢？麦芽糖的部分其实它的等级非常。的多，那这部分樱桃爷爷非常非常重视我们的品质，所以他也是严选最顶级的
我们的那个麦芽糖来制作的。这除了麦芽糖还有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甜分在里面吗？哦，我们用了高，就是比砂糖要贵大概有6倍以上的日本的海藻糖。海藻糖，它的对，降低甜度。哦，降低甜度。对，因为尤其现在大家都非常重视养生，大家都怕吃甜。嗯，那这个真的是符合了我们多大的条件。我们的糖果呢，它是吃起来是软硬适中，非常适合全家。我可不可以先试试一个看看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很想吃吃看。因为如果要吃这个牛轧糖的话，我觉得通常都先从原味。原味牛奶，还有我们在问说，牛轧糖到底能不能放在冰箱里面？其实不需要，不需要，对，不需要，它只要把它密封起来就可以了。你看看，打开了之后，它杏仁粒，它里面的杏仁粒，哇，好多。对，那一面更多，那一面，你的那一面，对，整排都有，整排都是。对，我们的杏仁粒加的非常多。哇，那不好意思哦，我也来吃吃看。哦，是不是？一咬就断掉哎，一咬就断掉，不然我就很像就这样。对呀，真的，我们有朋友是曾经吃牛轧糖太硬，吃到牙齿断掉的，真的。太硬或太软都不行。真的，杏仁粒好大一颗哦。我们现场是不是？我们现场有没有？有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了。来来，我们先吃一下，每一个吃，夏姐都吃过了吗？碧芳有吃吗？好好吃哦，好好吃，真的。我可以推荐吃蔓越莓口味，好好吃。为什么碧芳要吃蔓越莓口味？因为碧芳是美女啊，对不对？而且。对它维生素 C 非常的高，真的，牛轧糖还有蔓越莓口味，对它非常，我们尤其是在办公室的小姐非常喜欢吃蔓越莓口味。那我们采用的是美国最顶级的蔓越莓果干去做的。哦，蔓越莓口味的话，里面还有蔓越莓，吃起来有点。所以它口味总共有7种，有7种口味，7种口味。对，今天要介绍是原味的。那我们要请问大家一下，那大概这样一包是600公克装，大概有57、58颗，对，差不多60颗。然后你也可以想想看啊，你们平常买这个牛轧糖的这个经验，所以这样子的一包。然后，我们的是网络购价的价钱，对不对？对，网络或者说来电的价格都是这样。好，我们今天先谢谢我们的邱小姐哦，谢谢，来，谢谢，谢谢，祝你生意兴隆，谢谢。自主吃的要都觉得好吃，甜而不腻，这是我们具备的一个条件哦。吃出健康，这也很重要。而且过年的时候，这是最好的一个拌秋类。拌秋类，好，拌秋类。好，这个时候请大家来估价，这样一个一盒，我们的这一个原味多多的牛轧糖到底是多少钱？来，5秒钟，抢购入场哦。我们的这个一共有7个风味，有原味、巧克力、抹茶、芝麻、蔓越莓、巴西炭烧咖啡，还有夏威夷火山豆。好，这样子到底要值多少钱呢？一组，吴小姐，200，200块，冷霸空。好，二组的来张小姐，340元来三组的来，270，好，270元，好，玉芳是28,250。真的不想上台了，好，220好了。220，220元。好，一组认为200，二组330，三组270，玉芳220。好，到底要值多少钱？今天四组当中有人 bingo 了， bingo 就可以把它带回家。到底谁 bingo？ 我们就要送你估价物了。来看一下，到底是多少钱？来，1、2、3，恭喜第二组。好，二组的340元就是 bingo 的，我们要送你一个人一盒两盒，哇！这盒是有的吗？这个有 ，OK， 有哦，送两盒哦，两盒一个人一盒，谢谢，恭喜。好，所以我们恭喜我们张小姐 bingo 可以得到2盒哈，也恭喜你们来参加我们第三阶段的 video 3万块。进行第三阶段 video 3万块。沙盘沟，我们恭喜我们二组的340刚好 bingo 了哈，是太厉害。好，两位是什么关系？子女，是我子女。好，子女啊，哦，子女。好，今天跟那个阿姨到底一起来哈，希望有机会姑姑啊，对，好姑姑，最重要，现在目前3万块，怎么样把它带回家？我们现在目前有6样估价物，这6样估价物有4样是超过128元。好，有4样估价物要超过128元，也就是说相对。有2样估价物是要低过128元，如果4样都128元全部猜中的话，奖金3万块就把它带回家。今天摆在那边等你们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是有哪6样估价物哦。来，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可强力吸收毛孔内污垢的美人炭烧皂，提供肌肤最独特的珍珠净白沐浴乳。哇，有效去除顽强污垢的万用去污粉。哇！
让烘碗机内完全杀菌的烘碗机清洗剂，哇，能淡化黑眼圈的斯肯紧致眼膜，哇，让你轻松切水果的水果切割器，哇，到底哪四样商品是128元以上呢？凡哥，好，到底哪一样是值128块以上？有四样，现在目前看到3块钱，那是基本的一个价钱。如果你猜对一个，多一个零；猜到第四个以后，奖金就是3万块，3万块的现金就在旁边。好，现在告诉我们哪一样值128元以上？先选一样，你觉得这里面最有可能的是128块以上的产品？沐浴乳。第二样的珍珠净白沐浴乳是128以上。好，这样值128元以上，来看看。128元以上有没有？恭喜159块，可以再靠近一点。凡哥并不恐怖，我不是恐怖。他为什么可以猜对呢？因为刚刚在录影的前戏，这个159块掉下来过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考验你真实的一个对估价的部分，哪一样是超过129元？来，请估价。万用七五分。你要不要再多想一下？我觉得 Q10 你先猜，不要。Q10 先猜，再想想。哪一个 ？Q10 眼霜。好 ，Q10。他说紧致眼膜。紧致眼膜。Q10。Q10 紧致眼膜第五个。好，认为这个128元以上的，看看有没有。恭喜！好厉害哦！好，接下来又哪一样超过128？目前看到有300块的奖金呢。烘碗机，烘碗机，接下来会是谁呢？好，切割器，水果切割器，第六样商品，水果的切割器。对，好，这个值128元以上，来看看有没有。还有没有？还有一个，还剩下一个，接下来很难了，真的很难。来告诉我们哪一样值128？谁上？好，我们妹妹说，每人烧炭照，炭烧照，炭烧照，最后一样，这样如果对的话，奖金3万块就带回家，128元以上，来看看有没有。哎呀，非常的可惜哦，可惜，真的很可惜。哇，那好，我们这样子。两样在那样，你猜一下哪一样？烘碗机，啊，烘碗机的清洗剂。好，这个值128元以上。哎，啊，在这里啦。好，所以没有超过128，就是1跟3而已哈。嗯，这个应该没有超过吧。万用去污粉没有超过125。哎，好，可惜刚刚有猜中了3个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是猜中了第一个，有沐浴乳，还有切割器，水果切割器跟 Q10 紧致眼膜。好，哦，可以带回家哦。好，当然可以带回家了。好，送给你们。恭喜！没有关系，3万块永远在这边等着大家来拿哦。好，希望大家踊跃的报名来参加。好，接下来就来进行我们第四阶段的资格赛，居家好帮手。进行第四阶段资格赛，居家好帮手。好，潮男又帮我们介绍什么叫好帮手。哎，在今年呢，你知道吗？在那个网络上面啊，最夯的两个字叫做小折。小折是。小折呢，代表是折叠式的脚踏车哦。那今天我们也要在这边为你介绍小折的菜点嘛。啊，菜点嘛，哦。哎，最近高科技的时尚小折菜啊，菜点嘛，砧板呐，砧板。哎，哪砧板？我们来看看它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它跟我们一般看到的砧板呢，你看看哦，一般砧板我们看到都是比较平面式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们在那边切菜，切好了之后呢，你要怎么办？要把它下到锅里面去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通常妈妈都会这样。就切完了以后就这样子，用捞起来的，捞起来的，对，用捞的。啊，而且就是手有时候当然还是干净的，但是有时候不方便哦。尤其是你有的时候要切在这边上面切什么白斩鸡啊这一种的话，都会把手弄得油油的，所以要一直洗手，一直洗手。可是有了我们这一个小折砧板的话，请看一下哦，在这边有一个特殊的把手。当你把菜切完了之后，我们把这个把手一压，哎呦，看多么的轻巧。多么的轻巧！一压之后怎么办？我们就可以直接的这样子把它下入到锅中，就放在这边。是哦，谢谢凡哥。哦，你看看，几乎可以。
内不要用到你的手，你就可以把料理好的菜呢，然后下入锅中。这样，你家的砧板有几个？玉芳，两三个吧。两三个吧，因为现在你切肉跟切水果的、切青菜的都要把它分开了。没错，要不然比如说会沾有细菌啊等等的。是啊，所以说砧板你其实要方便的、啊。还有很多妈妈有时候在煮菜的时候，真的有时候看到两。一个人好像要有四只手一样，这样真的很方便，直接就倒下去有就很方便。没错，而且呢，你看它色泽又很鲜艳，有没有？好，如果你在家里面没事的话，还可以表演那个什么贝壳舞。没有啦，这个跟两个人可以打那个羽毛球、啊，可以来打球，可以接球那种。好，真的很可爱哦。嗯，好，又方便又实用，这个就是我们在居家好帮手经常为大家妈妈的好帮手介绍一下。没错，有了这个不单手小的砧板的话，其实真的很方便，在料理的手上轻轻的一握就过来了哦。嗯，而且完全是塑胶的一个材质。哦，没了。啊，那你就不知道，这是最高科技聚丙烯。聚丙烯，聚丙烯材质。哇，用到这么好的材质啊！是的。哇，看到上面都是英文字，应该是国外进口的哦。没错，而且呢，它还在国外得过设计大奖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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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这一句话又不太一样了吧？就知道它的价钱非同小可了哈。没错，这是不沾手小折砧板。好，不沾手的小折砧板，这个来自原装进口的外国的，到底这样一个要市面价要值多少钱呢？五秒钟，请考虑。刚刚真的大家一听到哇，国外得过奖，大家眼睛都亮了一下。哦，好，一组的吴小姐哇，这430。二组的张小姐1161。三组的叶先生480。好，玉芳799。799。哇，这数字从430元一直到1111都有哈。没错，就来看看到底是谁对于我们的不沾手小折砧板呢会最熟悉。最靠近呢，一组认为430。二组1111。三组480。玉芳799。到底要值多少钱？谁最靠近底价而又不超过底价？一起来看一下，来1、2、3。1150。好，最靠近我们的底价了。好，恭喜我们的二组的张小姐这一组来参加我们第四阶段的好运弹珠台。好，谢谢我们第四阶段好运弹珠台。恭喜我们的第二组，恭喜恭喜。好，恭喜又再度上台了哈。好，今天有没有机会能够带着我们的高奖哦？就是因为有三个。我们现在有三个板子，非常简单。你要是上去讲好运弹珠台，我们说大奖来不来，大家说来，你就可以放了。你如果放下去的，放在任何一个奖项当中里面，第一个那个就是你的了。你连续后面有两个都放在同一个地方的话，那我们的大奖就要送给你的。那我们先请曹来帮我们介绍这个前面的奖品。来呀，首先来为大家介绍十样的有高级 DVD 播放器，哇，卡通保温杯，哇，套盘电暖器，哇，第一个，我们请两位看谁要先上去哈。但是呢，在这个之前的话，我们来看看，如果他们三个都掉在同一格中的话，可以得到什么大奖？好，什么大奖呢？来，有我们的好运弹珠台大奖，请开门。今天准备的是高级数位摄影组，全自动9点对焦系统，以及1220万有效高画素的数位单眼相机，让每个使用者都是专业摄影师，体积轻巧的手持摄影师。方便你随时随地记录精彩的生活，想要把高级数位摄影组带回家吗？加油加油哦！好，加油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奖，价值23868元哦。嗯，有机会三个连在一起就送你这个大奖哦，祝你好运！谢谢。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导航系统一个，恭喜恭喜！接下来还是继续想办法把它放到同样的位置中哦。还是要好运弹珠台，大奖来不来？来！啊啊啊！好，保温杯啦！好，保温杯了。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没关系，还是一样，这个还是有它的功用存在。如果掉在卡通保温杯或甚至什么导航系统当中里面，我们就。对，两样都送给你哦，两样都送给你。准备啊！
好，第三次的机会，好运弹珠台，大奖来不来？七。这两个都在这一边，他把它丢到那一边去以后，但至少也不错了。第一个就得到了我们的卫星导航系统，这个要送给两位，来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四组当中里面，听说两组没有上台是吧？从头到尾没有出现第一组跟第三组，没上台我们送你安慰奖。是的，我们送给大家高级险金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今天谢谢我们三组的观众朋友，谢谢我们的玉芳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刚刚讲什么？拜拜，拜拜啊，拜拜，还有三个单元要做。表白又表白，表白又表白。好，各位，谢谢你的收看，别忘了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6点到7点钟准时收看《消费咕咕的》啊 ，Goodbye。别忘了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，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。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？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。